报名啊，这里是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何家村116号、117号，前面是294号，这间是百年老房子啊，大家注意了哈，今天2019年6月19号啊，遭到鳌江镇政府非法强拆，并且到今天为止没有收到平阳县鳌江镇政府的任何拆迁通知书，今天遭到非法强拆，望有良知的中国同胞们速速转发啊、哦！有良知的同胞们帮我速速转发，这里是鳌江镇何家村116号、117号房子啊、哦！今天遭到鳌江镇政府拆迁办的非法强拆，哦，希望大家速速转发扩散哦。